市政府建设局策略性产业奖励补助促进产业发展优惠措施，高雄市产业园区哦，杜竹科那边所谓的高雄科、冈山、本州、永安工业、南区环保有四个，再过来人大、男子加工区、大方、凤山四个，再过来是林海、林园、高雄软体科技园区等等。